他两个就，哎呦喂，一秒钟，好，十秒钟，烦哦，难了，你看嘛，好坏哦。 要到了，烧好嘛，那就小哥哥就和那个小天好过家。花生，哦，面熟，那个我吸不到，这是哪里？哎呀，我在这里，专业烧火30年，你们喊我烧火了，赶紧去。赶紧烧火了，烧火。这东西晓得。然后切的时候，枪上午怎么给腌腌了肚子？ 我今天几点买的早？赶紧留着点。啊，我上来。哎呀，好烫的。我今天。